哦，就过无来遮呢，汤唯宫，我知道汤唯了，就跟那个梁朝伟演电影那个嘛，对对吧？所以这是汤唯宫，不一样。不是啊，汤唯宫，当黑吧来过吧？我就来，那我可能不来过，主持人都来啊吧？让那个什么鱼吃脚皮没？ 对，哎，啊怎样？这次今天是喜那个冷泉嘛，温泉，我知道了，来这边泡温泉，所以一定是温泉配美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应该喜安那对吧？怎么配庆忌啊？所以因为林强的歌嘛，用真假，下面都唔惊。哎，辉哥答对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多聪明，多了解他。冻龄女神，冻龄女神哦，而且这个女神跟豆哥关系匪浅，哎呦，哇，这难猜了，因为匪浅的非常多个，20年哦，两个人还曾经。 有过一段情，你不要乱讲哎，结婚有小孩了，对啊，真的，20年哦，不好数，他躲在这里面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哎，你不要看到然后不认识就尴尬了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对啊。 一个女人会不会坐在娇妻街头的椅子上啊？做生意对不对？<笑>有本事你去，我不敢。啊，我知道他啦。怎么这么近？你还说啊？我知道他，他瞪你了啦。<笑>我们聊天聊这么大声，他聊天真的聊好大声哦，很难不听到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真的是冻龄女神，冻龄哎。 刚刚跟我讲说什么20年的关系匪浅，还真的关系匪浅。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20年前，我那时候出唱片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个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拍的第一支主打歌，对，是我帮他拍的。对，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。那你还记得那个叫什么名字吗？那首歌主打歌叫什么？好像叫再见。 哎，对，撒尤那拉，对对对，撒尤那拉，清唱，对对对，清唱，清唱，20年，真的忘了怎么唱。我只记得副歌撒尤那拉，不要一开始就讲撒尤那拉。今天出来外面跟我们这样子打工，你会习惯吗？哎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哦，真的哦。那你最近不是有做生意？对啊。对啊。 我有开餐厅啊，但是老板娘跟打工不一样。哎，我以前有在美式餐厅打工过啊。胡特斯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本人生性害羞。哦，所以今天不要太硬啊，女神来不要太硬。你是今天很硬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啊，去啊去啊，进去买个东西吃吧。走走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走走走走走。 你怎么渴吗？有一点。我看到不远的前方好像也在饮料店，我们刚才买一些饮料。真的好不远哦。我们请女神喝个饮料。好好好，当然当然。谢谢。来来来来，自己挑看要喝什么。自己点哦，想要喝。实在好冰。哎，它是。哎，你们这不是卖饮料的吗？不是饮料哎。哦，不是哦。哎呀，是卖掌中柜。什么柜？像我们手掌心这样子大小，当归柜。很可爱哎。那我们也有做。 一口一颗的迷你的安菇桂都有哦，有一种老屋翻新的概念呢。我们现在快要到夏天，我们还有做实在好冰，把安菇桂跟我们的双麒麟合在一起哦。哎，这个我喜欢呢，好有趣哦。来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冰吗？是哦，冰淇淋的，冰淇淋加上安菇桂，蹦出新滋味。而且它的那个冰是芝麻面茶冰，哎，好酷哦。 就是传统味加上新潮的感觉。其实台湾现在很多这种文创文创，我觉得这也算是文创。啊，文创就是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说，哎，旧时代发生了什么事。陶哥应该小时候跟阿妈很好。哎呦，哇塞！来来来，你先你先。好酷哦。它都是冰的吗？还是热热的？好，我们当归。烧冷冰。有没有？雪凉冰。对。 有有有，可是，一般来讲，跟阿妈搞阿公姐学姐练的老帅。不会啦啊！不会不会，它会这样很快的回甜。上面都有米碟耶，这里真的有米碟。哎，这个好吃。我喜欢它的那个冰的那个口感，好香哦。那有带一下很昂贵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没错。来自哪里？来自我们的那个米碟的味道，我们的芝麻它比较不一点味道，所以我们用点面茶，是它回甜，所以哎呦，不用不会那么腻。然后旁边一颗一颗是蜜胖吗？啊对，哎，什么枯草味都出现了，好贵。
准备就是很香的感觉。这都嘛得过来噻，嗯，那个安菇哦。
只有两小个，啊，你们一个人吃一个家门锅，岂不是讲？我是要吃什么？吃碱吗？我是被夹干了。我刚刚就想哦，有了，因为我刚刚是想说哈，就反正你在忙嘛，那我跟本鱼就一人一个刚好了。傻人有傻福了，我一个人吃两颗。那等一下事情要做的比较多。你这叫请客是不是？啊，你要请客吗？啊、没有，都吃了，当然是来打工一下。你看他别着一个麦克风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啊、你好吃哦。哦，啊你自己。你自己是开模做这个吗？啊，对，我们自己做，自己做。模，但是请老师傅帮我们做。哦、OK。你先挑，你要哪一个颜色？红的啊。那你是红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顺便学一下怎么做小马蹄，对不对？嗯。一个蓝不会，让你试一下。不是你三个都让我吃绿色，我有那么绿吗？他已经给我两个绿，你们又留绿的给我。我们这话，红色的话是花生。绿色的话，面线放布朗尼蛋糕，把蛋糕包一点。哎呦，哎，你吃到最好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他赠送。谢谢。那你刚刚还没嫌东嫌西，绿，来学一下。我们要去当你的学徒，那我们是去你的厨房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往圆山方向，因为我们的工厂在那边。这么远？哎，被骗到圆山去。不是，我们不是。你要去哪里？圆山，你要去哪里？还好，圆山还好。来圆山，来圆山。好，你走到北半。Let's go。哎呦，那个是布朗。是，这个是刚刚吃的布朗尼蛋糕，但是布朗尼蛋糕也是我们自己烤的，对，而且它没有任何添加物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做这个是抹茶的皮，它是日式天然的抹茶粉，加入我们的糯米。我先教你们，我觉得最难的，这是我一生中觉得最难的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学，就是这个。那是什么果？这什么？这个是南瓜泥做的。南瓜泥果，好可爱哦。先把南瓜泥蒸熟，然后一样加入糯米，这样。对，嗯。那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鸭嗓。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鸭嗓。对啊，你要把它包在里面吗？是啊，而且、wow、它这个是我们宜兰的虎牌米粉，你们应该没有看过昂贵包入鸭嗓，对不对？没有看过、啊，对，嗯。而且它不好包，是因为它有一点它的汤汁在里面。Okay、当果皮遇到它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包不太起来，流水。对，没有关系，张本宇很厉害的，真的好。而且等一下我们很严格，因为我们家的品王超严格的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先抓果皮哦。嗯。就是你要称四十克，四十克，哎、欸，好准哦、喔！四十克大概就是这样吧，来看一下有没有四十克。这个应该超过，超过，对，四十八。哎，怎么都给我？哎、欸，打工哎、欸，你就是用来打工的啊！好好好好，我做。让我们让女神回到人间呐、啊！好，我们首先先搓圆。搓圆，我以为是直接把它摊平、嗯，没有搓圆。搓圆，然后压扁，不要压很扁，你一定要留一点厚度。嗯，这样够不够圆？这样。啊、太厚吗？可以，不会太厚。你再压这样，压上它，因为它里面是有拌蒜啊、葱跟米粉。嗯，那你要让它 balance 一点，就是你先拿起来称18克，你抓起来以后哦，跟你说，你看啊、哦，不好，有时候我都会失败。困难的地方在这里的。你要把它包进去，有没有？哦、跟包那个，有点像包那个小笼包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哦。但是如果你旁边的皮太薄，你包到一半下面就会掉下去，不能让它有空间，因为你等一下压的时候它会。整个会蓬起来。好，来几克？是18到20都可以。也许这啊吧，你包能量呗。澎湃啊！多少？澎湃。哎，又太少。它有肉，对，它有差一点。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啊、哦。你包了进去就可以。那我等你们啊，来试试。做转呢，转，十八跟你年纪差不多啦。你很会玩十八啦，对不对？一甩就十八了。用你的虎口。虎口变成虎口，洗吧啊、对，把它包进去。对，好香哦。对啊，其实就已经很想吃了，这个蛮有技术性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而且那个米粉，对，然后你把它接口接起来，用虎口这里可以把它接。笑脸的看麦啊！哎，笑脸的看麦啊！我卡成垮去啊！哦，是这个就是很你们好皮很薄的时候。笑脸的，对，好难哦。对，然后压压，笑脸的，压压。嗯，啊，里面会有空气，对不对？有宝贵啊，有贵不？笑脸呢？说，好，我来试试看。看不看？
为什么会有声音？我一定要把空气挤啊，因为它面粉跟米粉跟米粉中间还是有缝隙的、啊。对，你等一下压的时候，你没有空气就会破起来，就会没有那个形状。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把那个洞补起来了。我想要远一点，会不会喷到我？哎呦，怎样？意外的好是？对。嘿嘿。而且你们没什么声音耶，以前的人会加油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我们现在都用。像手粉一样用糯米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样可以防粘黏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我的形状。一般来讲，它是就是一个瘦。对。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他，这是我们今年就是有的人说，哎，我不想要瘦，我想要用金钱龟，可不可以？不想瘦你就胖了。对。撒一点粉，里面也不要撒太多，因为它的字可能会不见。好了，我先。你是瘦哈？对，我是瘦，对。你很瘦，你要找，你要找胖也可以。好，哎呀，你看它刚刚好，对。哦。哎、欸，好嘞！哎呦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是草，自己挑一个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有加粉吗？加的，加的。好，因为等下不问粘住哦。加的，直接拍在网子上。等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在用这种防粘粘的果子。哦，果子。对。拍下去。对。哦。出来啊！草还行哈、哦。没有那个，对，我想抹多一点。多一点粉比较好脱落。对，没错。你可以靠着这个，哎呀，很漂亮啊，很碎呢，而且这个钱印的很清楚，这个逆转翻倍哦，他会很有钱哦，对啊，金钱龟，他现在就很有钱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他现在就很有钱了，他一直都很有钱，他一直都有，国税局不要来查我，你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都有，乖乖来点，开，哎乌呢，乌也是碎耶，哇，哎他的力很漂亮嘞，对啊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哎、欸，你们原来是做什么的啊？怎么会突然间就是改成要做昂福柜啊？其实我家小时候是在万华 ，Manga 的一个老店，然后它是有卖昂福柜跟汤圆。从我阿祖到现在，阿祖、你知道，其实我们以前有认，我有看过你。是在哪边？不是，是我以前参加过一个明星脸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。我真的觉得你的面熟，你很像他。不是，吓我一跳！你是参加明星脸，然后你很像他。哎，那可能会想要去投胎哦。对，我那时候参加的是最全台最像周杰伦的女生，最像周董的女生，最像伍佰的。我是最像伍佰的。对，那你应该有赢哦。我觉得不错。有没有？哎有哎，有没有？各双赢。有哎。你们等下不要试试看这么小，试试小的好了，小昂，因为这个算中型的嘛，这个算对，掌中果，掌中果，然后小的，我跟你讲，它有一个难度，是因为它的纸的动作要更细，这个皮啊，就是12到13都可以，好，因为它只差一点点。好，首先呢，你要拿出一个这个切好了，对，然后你要把它包进去。这个应该就没那么难了吧？哎、欸，它一样会有空气的部分，真的，对，它一次要瞪细点，对。哎呦，哎呦，厉害！哎呦，哎呦，它虽然没那么难，但它工序非常的多。你们刚刚有看到它是一串一串的吗？对，我们这个有三种，一天要做1000颗，就是3000颗。蒸完以后，你要等它冷才串。哦，等它冷掉变 Q 的时候再。哦。比较硬的时候才可以试试哦。女神，来来来来，天哪，3000颗哎！你现在就懂，以前当老板的时候跟员工讲说，你这样3000颗哦，好不好？阿梅啊。当千两，哎哎，对呀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果然是当过老板娘，哎，那可以的，那是认证过的，你还有2999颗，对对对，这也都交给你哦。金总，金总，来把它做起来，做起来。对，我要做3000颗。啊，卡哇伊呢？哎，你怎么把就是安菇桂变得这么的法式啊？好像一个很高级的点心呢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就是希望，对，还有礼盒啊。对，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这个，就是真空贴体的一个技术。嗯，它是熟的，但它回去还是要蒸。你们这个成本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你知道这个板子，生意人呢？对啊，哇塞，很厉害，底下的跨级啊啦，后面还有 QR code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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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用对 QR code， 就是因为我担心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是像我这种饼端的人不想看，就是 QR code， 我们小编随时24小时为大家服务。OK， 哎，那我们要吃，假扣没有，假扣没有，感人，压场的，好感人。
好香哦！天哪！我天哪！好香哦 ！Oh my god！ 哇，好香！这个是冷冷的吃，那如果你热热吃，就像我们刚做的时候，它是会有汤汁。那冷冷的吃是因为它的，你会发现它的果皮是很 Q 的。哦，南瓜泥皮好厉害、哦！哎、欸，真好吃呢，真香真 Q 真好吃，真好吃。你知道以前拜拜才会吃到的东西，然后弄得这么时尚，然后弄得跟甜点，然后弄得跟法式料理一样。嗯，我觉得他是把以前传统的文化就是发扬光大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让它年轻化。我会让年轻人说，哦，我以后拜拜。我要买来拜这个，嗯，或者是说外国朋友来，你就说，哎、欸，我想要带这个，对，这很代表，很有台湾代表性，嗯，安菇桂粉饼，好厉害哦，然后安菇桂地瓜，啊，地瓜也在，地瓜也在，嗯，有有有，打开来卤，嘿，对啊，这个形状就很，哎、欸，我觉得粉饼很厉害耶，真的，粉扑都很厉害，你加粉哇，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我们做的还可以吧。我觉得你们，我刚刚有跟那个导演说，说第一次我觉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厉害，有点笨吧？哎，真的很厉害，我第一次。尤其他啦，我们两个还好，我们两个常常在做嘛。他第一次这样做，其实真的在家里有在包饺子，有啦，在家里。老板娘也做事，对啊，他不是一个不做事的老板娘，他会先做事再来 diss 员工，因为你总要自己。下次我不想看到，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我也有。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啊，脱光。就站在这里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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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